对，都长好。那个时候刚一开始转的时候，是不是对大家的这个冲击还是挺大的？对，没错，因为很多人没有想到自己会干到一半的时候要改行了哈。对，那很多也做了护林员了。台厂的那些的一线员工呢，做成了还护林员。护林员，家属也都下山了。对，全部下山了，从事了其他的行业。那现在停止砍伐以后。环境变化很大吧？那很大的，这很漂亮。因为我们这里停止采花以后啊，林木啊长得灰长茂盛，眼睛看过去都是我的，还是这样下去很骄傲啊。没错，我们刚才我们在说啊，这个树叶发那个红黄色的，这个是什么？是杉树吗？这是一个？这个是水杉，水杉叫南方落羽杉。哦，落羽杉，这也是种植的吗？种植的。哦。这个树是已经那个叫40年了。哦，已经有40年了。这里是我们那个工人家属住的，家属住，家属，这些都是老工人呢，就讲的家属的。我们还想收一收咱们山里的声音。您让单院长背着。对，嘿，您这专业了。哎呀，我在北京那个胡同里面收过。收这声音也特别好，晚上我觉得这溪流声都挺值得收一收的。余山那哈特有的物种，这个黑色的这个，很多是白色的，你都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呢还是黑的。这养的鸭子，他们都不理咱们。